局长跟有一个人来看我演唱会，我选那一个。Hello， 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rash， 我是主唱阿叶，我是康，吉他手一个，吉他手郭，耶！我们整个演唱会，包括歌单的设计，还有我们安排了很多桥段，嗯，都是帮助大家回顾。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歌迷，嗯，你看了一定会很有感，有感动。对，那如果你是新的歌迷，你也会觉得很惊艳，嗯，就是有安排这样。对，歌单有在安排。有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十五周年嘛，就叫幸福慢慢车。其实我们就想要传达给我们所有的观众，就是我们对于爱、对于幸福，我们要长什么样，嗯，对吧？那我包括歌单的设计啊，跟一些表演上的安排，其实现在都在构思，都是往这个方向去。我觉得就是十五年来的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一切，嗯，然后观众就是最想看到的，我们全部都把它摆到小巨蛋。嗯，对。那第一次登上小巨蛋，对，希望是一个。呈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你们在未来的十五年有没有给自己这个乐团定一个目标？应该就是可以继续做我们热爱的事情，嗯，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。对，就这样。三、二、一。2024年12月14。希望幸福慢慢车小巨蛋，它可以把这辆车再继续往各个地方开。